国粹精髓为您悉心传授，修身养性，指引健康人生。欢迎大家来到由功夫者品牌服饰冠名播出的户外健身课程，我是王教练。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下人体旗帜 Human Flag 的练习方法。如果你想看到最新最全的功夫者视频，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网站；想结识更多网络高手，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；想学习更多的相关知识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。啊，我们在做这些比较难一点动作之前，基础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我先给大家示范一下人体旗帜的做法。啊，这就是人体旗帜的做法。在练习这个动作之前呢，我们要练习的基础动作有引体向上、俯卧撑啊、双杠臂屈伸、双立臂、隆起啊，这几样是必修课。所以你在练更难的动作之前，这些基础的动作你是必须要练习的很熟练的。就算你做的越多越好，引体向上你起码做到15个到20个，你俯卧撑要做50个以上。你那个隆起呢，也要尽量去多做，坚持1分钟啊，静态隆起啊，这些东西是基础，是 越扎实越好啊，才能有利于我们做更难的动作。这个动作是这样的，你人之所以能够横过来，就是靠左手拉力、右手推力，哎，还有侧链肌肉的力量啊，核心的力量，帮你提起来，然后你才看起来非常酷啊，与立木架平衡，与地面平行，你立木架是垂直的，与地面是平行的，你才能平衡起来啊。然后我们在练习这个看起来比较酷一点的动作之前呢，啊，我们先练习比较简单一点。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说练习分腿的人体旗帜啊，腿分开的，分开人体旗帜是比较容易的。但是我们前提是你要很熟练的掌握隆起的练习方法，我们再去练习人体旗帜的练习方法。好，请看我示范一下分腿的人体旗帜。刚开始我们可以借助一下惯性啊，跳一下，不用慢慢撑起来。好，请看我示范。啊，这个就是分腿的啊。啊，分腿的可以减少你的核心受力，减少核心受力，所以你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。你可以坚持10秒钟啊，10秒钟。做一组，我们可以练习3组啊，做一次练习，这也可以啊，加上一些常规的练习。比如说你练人体旗帜，你就单单练这一样，练完之后我们可以做一些常规的，对不对，引体向上、俯卧撑之类的。好，练完分腿的，我们开始练一个难度更高一点。高一点就是说你不是与地面平行，而是你的腿要往天上甩一点啊，你是一个不垂直于肋木架的动作。这个动作难度要大于分腿的人体旗帜啊，但是它的难度要小于平衡的人体旗帜，与地面平行的人体旗帜。好，我先示范一下这动作。好，大家请看我示范。好，我同样是这样啊，我们可以跳一下，借助一下惯性，之前练习的时候。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啊，你腿可以甩高一点，甩高一点你核心受力啊还是能小一点，你力量都压在了手臂肩膀这里，核心会小一点你就能起来啊。这个动作你也可以坚持10秒钟啊，练到10秒钟我们再做下面的，对吧。我们在练习完全与地面平行的人体旗帜之前呢，我们要慢慢熟悉它的一些发力方法。这重要的就是啊，你用左手去拉，右手推也好，你可以用右手去拉，左手推，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手啊，掌握你的发力方法。注意的就是你推你的肩膀要有一个旋肩的过程啊，请看我示范一下这个旋肩的过程。是这个样子啊，推的时候转出来，刚开始是
是不是有拉？这个手推，对不对？推同时，推的同时转动你的肩膀，然后你人侧过来，啊，就平行起来了。然后在慢慢的练习过程中，找到这个感觉，一推一拉，一个旋肩哈，然后靠核心的侧链呢肌肉的力量，把你身体提起来，平衡起来，哦，就很酷。然后再做一遍并腿人体吸式的练习方法啊，你找练木架也可以，你找一根你可以握得住的杆子也可以，道理是一样的。好，请让我吃饭。希望大家多做基础的练习，你要基础做得越扎实，练习这些难度的动作就练得比较容易一点，把基础打扎实之后，这个动作是不是太难的啊？主要的是那些隆起、俯卧撑、引体向上这些东西，双杠臂屈伸都要练习。好，如果你想看到对拳的功者视频，可以到我们官网上。想在练习的过程中有什么疑问，可以加入我们的 QQ 群进行讨论。学习更多的相关知识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。好，我们下次再见。